谢谢林福林。好，马上请子宏老师来做讲评。我先问一下福林，你穿那个木屐会不会很难走路？蛮难的。蛮难的哦，可是你刚刚在表演都没感觉。融入了吧。哦 ,OK, 好，很好。今天整体来讲福林的表现就非常的成熟稳重啊、哦。虽然高音有一点点、谢谢一点点。差一点点，但整体来说都没有什么问题，都很好。谢谢老师。然后你刚刚那个加分题，那个 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有练 哦。嗯，对，谢谢老师。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福林，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小孩。然后你看你这样自学这个舞蹈，可以学到每一个动作都一模一样。好，然后这你唱歌还有另外再找老师学吗？没有哎、欸，都自学的，都自学，都看 YouTube 啊，都看。对，好，那今天这首歌，可以听得出，就说你如果没有老师教，你可以把这首歌唱得这么有味道，其实是很不容易。但是这首歌它里面其实我们讲 enga 还有很多的技巧在里面，有很多的轻重的地方是很细微，需要去琢磨去钻研的。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你再去把心思放在这个更多细节的追求。那你包括你的舞蹈哦，很多的动作，哎，虽然看起来一样，但是力道是一样的吗？对不对？那个有一些更你可以去追求的部分，其实是你需要去更细腻的去看待它。那我觉得你有这个心态以后，可能以后你的很多的表演啊，音乐也好，舞蹈也好，会更越来越棒。